那个，那个上蓝莓成熟了，那个你留着，你不要把它卖掉。不要卖掉，好啊，我留着。对对对，留着弄种子。你先存起来，先存起来。好，我先存我房间了。不用啊，你就放那边啊。我怕里面很满啊。哦。对啊，因为每个都满满的。满满。怕出地方。满满的。慢出来了。哈娜。还有半小时才能发生啊。是哈娜。是梦汉娜。真的。只在 PS 4上发售啊，正常啊，你就真的。是萌萌汉娜。哎，没有啦，我就是在讲，你如果真的想要玩那些游戏，就不要在这种大作云集的时刻想要买到啊。对啊，你就买不到什么优惠啊。就跟那种什么大拍卖的时候一样啊。等优惠啊。对啊。对啊。反正老话一句嘛，早买早享受啊。晚买享折扣啊。折扣啊，对啊。这句话都已经流传多久了？嗯，你看，真的喜欢的话就那个，因为。PS 新机出来，它配合的就是魔猎人，好，魔猎人那波过了，前阵子战前阵子那时候很好买啊，对啊，我就没买啊，就你有爱就买啊，没爱就看大爱啊，早该买了、啊，没爱看大爱，像是魔猎人刚出火龙机那阵也是几乎都没货啊，到后来还不是一样，就是连火龙机都有二手的。而且最开始缺货是很正常的事情啊，因为很多人买回去就是拿来卖二手的，对啊，就是拿来卖转手的。所以我现在可以，沙漠我要怎么？我现在要去沙漠的话，怎么样怎样比较赚？想办法闯到50层、哦，就是它是10层增加钛矿几率，不是钛矿几率，就是所有矿的几率，反正就是你冲到100层之后。有基本上就是10%都是一矿，对，哇，那我觉得还是升金镐好了，等金镐之后再怪过去。对啊，你可以，其实还好，我觉得你就去嘛，你不要死掉死在那，我觉得都没亏、哦。你就把那边的地上的什么仙人掌什么捡一捡，老海员，钓鱼种类吧。我可以去买大包包吗？买啊，你还不是大包吗？不是，我是说2000包啦，他要买10000包吧？我10000包我已经有了、欸，我也还没有10000包哎、欸，我还没有，有吗？我没有啊，因为我前阵子一直断线不敢买啊。我也买了，现在稳了，买啊买啊。对，包包刚扣这一狼，我买了。不是洞在左上角，我看到了。对，应该得直接进去，我已经打开门了。来观摩了，嗨，可可。是可可吗？绿色龙盾了一下，哦，那个很痛哦，你要水里哦。那个超痛，我在跑。存钱难，刚好存到碰到那，刚好碰到那种人家挖矿时间，那就是你水里啊，那没什么好讲。等那啦，傻傻逼哦。毕竟这个社会就是这么现实。所以它跟那个洞窟一样，就是也是有可能没有。梯子要等要挖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要敲。哇，又来！可以一些啊，如果你看到那个一个洞的话，你就跳下去，不管怎样就跳那个洞，跳就对了。因为它可以直接跳，就是很多层下去。你知道有新番跳坑就对了。跳进去就对了。最近龙连地去钉没有？没关系啊。我有很难打说。当你碰到一堆怪物的那个洞窟，就完蛋了，你就知道了。我就直接离开，我放弃。照前面还没拿到银河剑的时候，太痛了。所以，要么就是要能坐梯子跑掉，身上至少要带够石头坐梯子走。石头不够怎么办？跟罗宾买。对啊。第一年你要的话就多买一点，之后会变贵。是吗？啊，是哦，之后会涨价啊。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后来的材料都变贵啊。第二年的时候開始。对不起，我钱太多没有注意这个。
没有，因为 我不是刚玩到，我另外进入不是刚玩到新的一点嘛，然后我就看到它是什么有物料上涨。啊！哎呦，我真的不知道哎、欸哦。OK， 好，我木乃伊会复活、哦，干嘛？你要拿，就是刚刚讲了，要拿炸弹把它的骨灰炸掉。对，看什么炸弹都可以啊，那个普通樱桃炸弹也可以。这也没办法装模组啊。现在的还没办法装模组，它就是 beta 啊。对啊。这样，你希望我们盖铁巨人塔吗？铁巨人。天仙人掌。才20分钟发车，对。呀、yeah.。剩一半，多人没有像单人有模组的，哎、欸，尽量不要装啦、啊，就是怕冲突、啊。毕竟他现在不是他本来现在这个版本就是测试版本、啊，然后你再给他加更多不固定因素进去，不是更恐怖吗？你到时候就是万一他更新，然后这个地图档坏掉，你就哭死。对啊，求稳啊！而且装模组要干嘛？有什么？其实我本来就不喜欢装模组，就是这种游戏。对啊，改个样子那还可以，可是你就是、造型的，我觉得不影响整体游戏性的，我都像上次看到那集就是温室，它的空间大的跟农场一样大，我想说靠，那这样玩什么？很夸张、嗯。那集就是模组派的玩家。对啊，模组打狂人。对，他就是模组派玩家，什么都要萝莉快的那种之类的。对啊。走路爆快那种，可是我就不太喜欢。那就跟 K 创造意思一样，对啦，就是那个感觉。创造生存，由你来决定。白痴啊！这龙都跑屁股后面。原味创造生存，太原味了吧？我痛，臭死人！我之前是想要去研究说怎么让聊天室跟那个跟麦块是不是联动，就是让它可以出现聊天室可以打指令，然后对聊天室可能什么什么，就是突然哎、欸、大家刷古力帕，可能就前面就眼前蹦出一只古力帕这样子。嗯，所以我也之前官方不是有做联动？你说按 F 后来太 F9 吧还是什么？对啊，那个时候刚开始，画、啊、面很洗耶，你根本没办法生存。超洗，根本不知道在干嘛。占据区，哇塞！妈呀，酸哦！看嘛，没有超痛的。没事没事，目前靠 SM 而已。没有，你 SM 打一打，他就出笼。硬哦，真假？来啊，不怕。好，如果真的不进，你就然后他就看到左下角出现字，杏鲍杏鲍菇已被打晕。杏鲍菇，我到你这一层了，杏鲍菇。杏鲍菇被油炸了，已婚的，已婚，杏鲍菇已婚，跟我讲的一样，已婚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找到灯，杏鲍菇跟红喜菇已婚，左边下面，我怎么只去打个史莱姆就结婚了？我突然发现我框框变大了，该不会升级了吧？九级了吗？哎、欸，莉亚，你干嘛把房间上锁？欸啊、人家在换衣服，换衣服，我可以帮你看衣服好不好看啊？哦，你知道在喜欢的人面前会不好意思啊？难得我今天想说来陪陪你耶，陪陪睡。我动了，等一下先打声。Sam 迟早是要打的，看到就打吧。而且他真的会掉那个一定一框，我都这样子。
它会直接掉顶，也会掉光。嗯。啊！又在正在加载，又卡。为什么？看到杰瑞一个爆冲。那个。对。啊，等啊。哦，绿龙龙，来来来来来来。绿龙要咬我啊！白痴哦。这把剑没有击退。哦，香辣鳗鱼。嗯，它会掉。哦，常常掉那个，那好，那很补哦。可是我觉得还好。我觉得我要先吃。我觉得很补、欸，而且又加跑速、欸，哎，很棒哎、欸。我先吃好了，有快点。还是你都吃沙拉？我都吃沙拉。沙拉超补，而且我觉得沙拉性价比很高哎、欸，它只要220哎、欸。然后它加什么？有加跑速吗？没有加跑速，可是他的血跟那个都回超多。哦，我都是打龙掉那个才舍得吃，我是一个善家人。嗯，不是啊，我就是那种每天钱都很穷很穷那种，一赚钱然后就把钱花光。善家玩家。月光族。日光族。日光族。哇塞！这魔神一定要打的。这里，这里。多10:20嘞，要走了，可以11:00再走啊，12:00再走啊，12:00再走就回去，来得及啊，没差。我有144，好爽！什么144成了？没有啦，暴击啊！吓死了！144成，我还不先。太爽了吧爽爽！所以就爽啊，太爽了吧！144，我现在144神，大概就是，大概就是直接从满满都是矿，无底洞直接掉下去最快了。最可是无底洞，我觉得现在的无底洞好少哦，只用炸的、啊。我觉得之前很多哎、欸，右边有很多香香，一起炸，一起挖，一起挖。是挖完就差不多走。我把杰瑞放在杰瑞的箱子。炸弹。1 2 3。哎、欸，12:00了，注意哦，12:00了。好、哦。快走喽。人打完了走。好了，走走走，困了困了。我要走了。哇，好黑！我还没有，发光的戒指，可恶！今天素素的，哦，对啊，我今天没有化妆，好懒啊！我只戴隐形眼镜。而且你知道我上一款买的那隐形眼镜超恐怖的，戴起来眼睛外星人一样。那牛舍要盖哪里啊？快快的，记得烧。烧钱。烧什么？一呀。哦，好，等一下，我先放进去。晚点再睡。睡了，先睡。战斗一等，喂、嗯？可以做戒指。耶、yeah, ，有没有23000？耶、yeah, ，我跟杰瑞可以买包包了。嗯。等他寄吧。喝个水，播个广告。广告。好久没播广告了，3分钟。晚安，睡觉的晚安啊。4人包。哇，什么4人包？想找朋友一起玩，但是朋友在等新入股特价才买。新入股蛮常特价的啦。
大概每次有活动的时候，他出了好一段时间，一堆朋友没兴趣，赶快啊，聊天室做朋友啊！真的，聊天室交朋友啊！约起来，约起来！我是说约游戏，可以。哎，还十分钟发车哦。嗯。哎，我没看到。定。度。那个钱在抖，好抖好大力啊！脏啊，脏的。